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我们讲了健康、亚健康和疾病的定义。我们对这三个概念的定义是从阴阳学说来定义。那么，健康是处于阴平阳秘状态，而阴阳失调表现为疾病状态。在阴阳匀平和阴阳失调之间，有一个亚健康状态。亚健康是指虽然发生了阴阳失调，但是它没有表现出典型的症候的特征。在这种状态下，机体的状态我们称之为亚健康。下面讲发病原理的第二个问题，就发病的基本原理。第一，讲邪正交正与发病。我们前面曾经多次提到，邪正交正是中医学发病的基本原理，也多次提到正气和邪气的概念。我们在这里进一步来讲一讲邪气和正气的概念。一、正气，在中医文献里面，正气与邪气相对，简称正。什么是正气呢？怎样定义它呢？正气是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维护健康的能力。正气是人体所表现出的一种能力，具体包括哪些能力呢？一、自我调节能力；二、适应环境能力；三、抗邪防病能力；四、自愈康复的能力。我们前面定义它说，机体在正常生理状态下所产生的维护健康的能力，包括自我调节能力、适应环境能力、抗邪防病能力和自愈康复能力。请同学们注意，我们在讲气的时候，说气得其和谓之正。那么正气是属于健康范畴一个术语，用阴阳学说来说就阴阳平衡，用五行学说来说就五行系统生克制化动态平衡。在讲气的时候反复强调，气是构成生命的本源。就人体之气而言，是指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并强调中医所说的气，一是物质，二这种物质是在不断的运动，由于运动的结果，气化作用的结果通过形和气之间的转化，反映出来人的生命过程，表现为人们的生命特征，表现为人的生理功能。因此我们在这里定正气，正气并不等于在这里面把气定为是能力，而是机体在正常生理功能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表现上述这四种能力，维护健康的能力。在这里虽然我们定正气是一种能力功能，我们也要理解为物质和功能的统一，不是抽象的功能，这样才是中医学的思想。如果用形神来解释，我们可以把这种能力解释为神，可是神中医学强调的是形神合一，是中医学的生命观，也是中医学的健康观。不孤立的存在神，这样来正确理解这里的概念。所以前面反复多次提中医学的概念，在什么条件下，它的内涵外延什么来确定为何物，它是什么意思。不要一见到气
那就强调仅仅是物质，这也是在物质和功能辩证统一的前提下来认识正气的概念。那么正气通过什么方式起作用的呢？一，通过机体自身的调节作用，它要不断地适应环境，通过自身来调节机体内外的阴阳平衡，最终达到平衡状态。就机体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它是通过它自己不断地进行来调节，体现出来生命的特征。这种思想也体现了中医学强调的天地人三才一体，与人为贵，强调人在维持天地之间这个关系的时候，它起到重要作用。这个思想也贯穿到中医学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都体现这个思想，强调人自身的调节作用。中医学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虽然考虑邪和正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最终的立足点是为了维护机体自身的功能，保护身体的健康，就不断地提高人自身的调节阴阳的能力。将来同学们在学方剂学的时候，认真去读方剂学的方解，那里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举个例子，大家服方里没有，几乎很少不用甘草的。甘草号有国老之称，它不仅起到一个调和主要的作用，甘草也是扶正的一味药物。将来同学们学方剂的时候，常常方剂没有大枣，大枣不仅仅是脚味剂，大枣本身它也是一个扶正的药物。那么不管是汗吐下咳用什么方法，在这个原则下制定的方剂，那么常常都有这个呢，也具有这种思想。它整个方子里，无论是祛邪，特别是在祛邪里面，中医强调最后还是要保护正气。我们前面讲到胃的时候强调胃气，要保护胃气。胃气什么意思？人体生命质量的一个表征。保护胃气就是提高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简单的四个字，要认真去理解它所蕴含的思想，指导我们去认识生理病理，指导我们的养生和保健。二，抗邪防病能力，通过抗邪的作用，这种作用方式来维护机体的健康。我们前面讲过，抗邪曾经提到是通过胃气来实行的，那是讲到肺主宣发皮毛，宣发胃气，使胃气发挥屏障作用。在这里应该理解机体的抗邪防病能力，不能仅仅理解为仅仅是胃气自己的作用，应该是一身之气表现出来，真气表现出来作用，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是在这一身之气当中，我们胃气与营气与元气相比较而言，它表现为宣发机表，形成人体的屏障，防止外邪侵袭。这从外感而言的，我们前面讲病因内伤七情，如果仅用胃气来解释人体的抗邪防病能力，那就难以解释真气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内伤疾病如何来调节，如何来抗御内伤疾病的形成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讲正气的概念的时候，说抗邪防病的呢，这个作用趋势，就气血说来说，充分发挥真气的作用，调动全身真气的作用，使之表现为旺盛的生理功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达到抗邪防病的作用。
不能理解为仅仅是胃气通过它的屏障作用来实施的，胃气发挥屏障作用仅仅是对外感病因而言的，内伤病因导致的疾病如果仅仅用胃气解释是不够的。在这里面提示人那个抗邪的能力，这正气的能力是全身各个系统生理功能的一个正常状态加一个综合反应。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强调，那么某一个脏、某一个腑，就引体之气来说，哪一个气在哪些方面参与作用，就把机制更说清楚一点。这是第二点。第三，自我康复能力是指机体患了疾病之后，经过药物的治疗，按照正确的辨证论治的结果，最后邪气就把人体内的邪气全部驱除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认为，尽管邪已去，但是只要有邪就能伤正。尽管用药物来治疗，不断的提高正气，但是呢，随着邪去，正气已经伤。正气虽伤，我们可以在这个定义为虚。由于邪气作用机体，结果正气虽虚，因为邪已去，应原理解为通过治疗以后重新恢复了阴阳平衡。但机体在这个条件下阴阳平衡表现出这个能力，那要低于没受伤之前这个水平。咱们在讲阴阳学说前面讲过，曾讲到机体阴阳偏衰，处一个低于生理水平的低水平的阴阳平衡，那么就可以再理解为疾病治愈以后，在康复阶段机体的功能已经抵下，尽管邪气已去。用中医的话说，这个书名叫做邪为正已为，邪气虽然已经去了，但是正气已经衰弱。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重新建立起达到生理状态的阴阳平衡，要充分发挥机体的正气的作用，正气的使重新建立起平衡来。那么这个阶段中医学虽然有许多养生保健康复的措施来提高机体正气，提高机体正气，但是这种手段作用机体以后，必须通过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它的气化作用才能够重新恢复到健康状态。中医学把这个过程叫做康复阶段。那么现代，大家注意，现代中医学也好，现代医学也好，对疾病的治疗判定疗效的思想，判定某一个疾病的治疗的结果，传统的治疗医学就是强调通过药物和各种手段治疗这个疾病的状态，用中医话说，这个阴阳失调这种状态得到了纠正，重新建立起阴阳平衡，这就叫做治愈。而中医学认为，要想保持人体的正气，除了这个条件之外，阴阳失调重新变平衡之外，在疾病的末期还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保护人体的正气。用现代语言说，这叫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那么现代医学也在强调，现在考察疾病是否治愈，不仅仅是看在治疗阶段，更重要看治疗之后一日追踪到这个人死亡之前这一段生命历程生命质量如何。用我们中医的话说，他的正气如何。自从提出生命质量的概念以来，咱们生命质量用人中医话说正气，从内经开始到现在
有丰富的内容，有好多具体指标来考核。我们前面讲过，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反映了胃气的许多指标，就是用现代生命科学来说，就属于生命质量指标。世界卫生组织专门有一篇有一个文件，列出了数十条关于生命质量的指标。中医学也开始根据中医的理论，根据历代文献来建立自己的生命质量那个质量那个标准，用这些来考核对某一个治疗措施，对某一个病的治疗效果。正因为基于这一点，将来同学们参与现在的15期间要创药学的研究，西药是仿制，中药是创新。那判定这一个新的药物，现代一个中药，它的临床疗效坚持是综合判定疗效，就从各个方面来判定，其中就包括用生命质量的指标来考核它的元气疗效如何，看它治病完了以后，你给他这个药吃治好了以后，这个人生命质量如何，用这些综合起来来判定疗效，也体现了咱们刚才讲中医正气这个观点。这也是关于建立规范的中医学的考核正气的指标，或者说建立中医学的生命质量的考核指标标准，也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当中的重大课题，也是关于中医健康问题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标志着人们的健康，标志着生命质量好。第二讲邪气，邪气我们反复讲过，邪气是泛指各种致命因素。我们前面讲过外感因素、内伤因素还有其他因素，通通称之为邪气。这里面包括致病的使动因素，比如戾气、毒气，还包括而且更多的是指导致疾病发生的条件，六淫、七情、痰饮、淤血等等，这些通通属于邪气范畴。那就是说要想得病，两者必须纠正起来。邪是从有害的致病因子作用到机体而言，正是机体自身的能力与邪气相互斗争而言。我们通过这个示意图来看中医学发病的基本原理。邪气和正气，邪气作用到机体与人体的正气两者纠争，构成一对矛盾，用中医的术语叫邪正相交争，也称为邪正相搏。我们看正气一方，如果将正气理解为机体的自身因素，称之为内部因素的话，那与之相对的邪气就可以理解为机体的外部因素。那正气处于阴阳平衡状态，称之为正气盛，通过它的作用充分发挥正气的作用，通过抵御外邪、驱除外邪、自我调节乃至自我康复，通过这些机制在疾病阶段通过抵御外邪的侵袭，一旦有了外邪，通过它自身的作用消除病邪，总体来说通过自身的调节阴阳的能力，通过这三种作用去战胜邪气。如果有了病，你除了发挥这三种作用之外，那么治疗之后机体正气没达到旺盛状阶段，通过康复作用来维护机体的正气。在这种情况下，一虽然受邪但可以不发生疾病，机体自身
通过调节作用可以战胜邪气的作用、侵害作用，那么就正气可以战胜邪气对机体的伤害作用、损害作用，做到不病。乙病经过治疗之后，通过自己的康复能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正气作用，就会使邪气不再达到损害正气的作用，病不复发。基于这两点看，在正气盛的条件下，通过这些作用就可以不发生疾病，两者交争的结果。否则在正气虚、在维护健康能力低下的情况下，一通过不抗击病邪的能力降低，难以抵御病邪的损害，于是病邪就可以侵害机体。二，一旦邪气侵入机体以后，他自己自身的调节难以驱除病邪，病邪滞留于体内，对机体造成伤害，会发生疾病。这个时候邪气和正气交争的结果，邪气占了上风，就容易得病。在疾病的过程中，我们讲症候是中医病理学一个特有的概念。有没有疾病，中医首先看是不是形成了症候。那么这个正气虚，它影响了症候，使症候的性质发生改变。通过这些形式作用的结果，同样的邪气作用的强度，在正气虚的条件下就可以容易得病。我们看说邪正交争，机体无时无刻不被邪气的损害，没有得病意味着正气能够战胜邪气，否则邪气损害超过了机体自身的维护能力、防御能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得病。那么邪气是通过什么途径使机体发生疾病的呢？它的伤害是通过什么形式呢？一，首先是使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发生异常；二，造成形质的损伤；三，改变人们的体质。通过这种作用趋势战胜正气的抗伤害作用，从而形成了疾病。这就是中医学发病的基本原理，高度概括起来叫邪正交争。我们注意分析了正气的作用趋势和结果，邪气的作用趋势和结果，分别从两个方面来讲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它概括起来，这个邪正交争怎么理解呢？前面多次提到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足可扣，其气虚。这仅仅强调的是中一个基本发病思想，强调正气的作用。在这两句话的基础上，还要强调邪气在一定的情况下对疾病的发生具有决定作用。我们上一节讲那个枪击利器，在这种情况下，就这个枪击打在脑袋上了，人们死了，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中医不说正气存内邪不堪，我的脑壳硬枪打不透吗？可是中医还有一句话呀，在特定的条件下邪气起决定性作用，枪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致命死伤，这个人死亡。用中医的发病理论解释，为什么死亡？就外伤在这种条件下起到决定性作用，来正确的全面的理解中医学的发病原理。
但是这个思想就是正气纯的邪不开，邪气和正气之间强调了正气这个主导思想，这个思想贯穿着认识疾病、分析疾病的发展趋势，乃至于治疗疾病的全程。所以中医整个对疾病治疗过程中强调保护人体的正气，从古到今历代文献都强调对疾病的治疗处方遣药最终的目的勿伤正气。这个实践是这样一种发病学原理的学术思想所决定的，这是中医学发病的基本原理。第一，咱们把这个示意图结合这个示意图正确理解中医学发病原理，正确理解历代医家所给我们留下这几句话，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疾必须，同时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邪气对疾病发生起决定作用，这就叫中医的辩证法。用现代语言讲，把他刚才讲的思想翻译过来，把它表述出来，正像教科书讲的，说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说只有正气没有邪气不具备发生疾病的条件，又讲邪气是发生疾病的重要条件。那么邪气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起决定因素，把这三句话综合起来就叫做邪正交争。至于说邪气作用到机体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在哪些脏腑经络产生疾病，疾病表现出的性质如何，与病邪的性质有关。前面讲病因，寒邪伤人多表现为损伤人体的阳气，说热邪活邪伤人多损伤人的阴液伤筋，这就属于病邪的性质作用机体以后性质和机体发病的关系。同样的寒邪侵袭肌表就会出现发冷发烧那表症，比如感冒，同样是寒邪直中于脾胃就可以表现为胃脘疼痛甚至泄泻，同样的邪气作用在不同的部位表现出不同的病理改变。那不同性质的邪气作用到机体会表现出不同的病理变化，这是疾病和病邪的性质之间的关系和病邪所中部位的关系。就同样一个病邪作用在不同的部位，它本身性质不同所表现的病理变化的性质也不同，这是讲发病的基本原理。这个是我们这一节讲发病原理这一节重点内容。那么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看，正气虚邪气盛发病，发病结果病理变化表现出来疾病的性质、病情的轻重、疾病的部位的表里上下内外、疾病的趋势、它的发展方向、演变规律，通过这些内容表现出这个病，把前面总结的内容归纳起来，用这么三句话再一次来说明邪正交争，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疾必息。重点虽然在邪正交争的观点下，这两句话强调是正气在发病当中的重要作用，就像教科书说的，说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内在根据。后面这句话说正气内虚阴阳而发，这句话啥意思呢？虽然正气虚没有邪气不能发病，因加而发，加除此之外，而且呢还有这样一个因素，理解为在某些条件下邪气对疾病发生有决定作用。通过这三句话来进一步来理解邪正交争的内涵。咱们讲一讲影响发病的因素，就是外环境的因素和内环境的因素。外部环境一是自然环境，包括季节、气候、地理环境和工作生活环境。自然环境根据中医学天阴相应、天阴合一这个观点，人和自然环境要取得统一，但是呢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下
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不同的工作环境下，疾病的发生与发病什么性质，作用在什么部位，在疾病的哪些特性，又和这个自然环境有关。前面我们曾经讲六经是讲过，说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多发病，说春季多风，夏季中暑，秋季伤燥，冬季病寒，强调四时之气更伤五脏。地理环境以中原为基础为中，按照这个的方位来看，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地理环境里多发病，比如痹症，东南沿海，沿海地区多潮湿，多易得痹症。工作环境就是人们在生活工作中所处的具体环境，和人们易发实际上什么样的疾病有密切关系。比如在高寒地区，长期居住在高寒区和在高寒地区工作，就容易得寒病。比如经常在矿山工作，有粉尘污染，经过呼吸道呼吸进去以后，那么容易得尘肺。将来同学们在学习西医临床课职业病的时候，会进一步来学习。那么这些就与长期的工作环境有关。第二，社会环境，最重要的是环境污染与疾病的发生，最重要的是环境污染。上一节课我们反复地讲环境因子，讲了环境主要污染源，那么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随着生产社会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环境污染对疾病的发生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前面我们讲病因的时候反复讲生活行为方式异常是发生疾病的重要因素，这是外部环境和发病的关系，就受季节、地理环境、生活环境、环境的污染，特别是生活行为方式。在现代意义的病因学来说，生活行为方式已经构成现代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二，和机体的内部环境有关。一，和体质优势有关。我们前面讲体质学说的时候讲过，体质在病因学、发病学、病机学上的应用，体质对某些致病因子有特殊的易感性，体质常常决定了病邪的发展性质、病邪的发展趋势。那重病以后啊，会决定病症的性质，把这句话叫什么？叫重化。他发病，同样受过寒邪，阳生的体质易于重寒化热，这是体质和最容易受什么邪同气相求。阳生的体质易感寒邪，特殊易感性。寒盛的体质，阳虚体质易感受寒邪，阳盛体质易感受热邪。重化，阳盛的体质不论中什么邪气，最后病机演变的结果易重阳化热。反之，寒盛的体质、阳虚体质不论受什么邪气侵蚀，都最终易重阴化寒，表现为寒的性质。这是体质和发病的关系。精神因素，我们在前面讲肝气郁结的时候，讲肝主疏泄的时候讲过，讲七情内伤讲过，说七经失和，中医学称之为瘀。在内伤疾病当中，七情内伤是最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中医学把这种致病叫做阴瘀之病，强调七情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七情可以改变病机的演变趋势。第三，营养状态
锻炼，我们得讲饮食适宜，劳逸适度里面反复强调饮食锻炼，在保持健康、提高人体正气当中的作用。反之，不合理的饮食、饮食失宜、劳逸适度，就会有损于人体的正气，使正气衰。在这种条件下，易于导致邪气损伤正气而发生疾病。第四，就禀赋的因素，用现代语言说叫遗传的因素。父母之精，精气旺盛，换言之，父母身体壮实，在这个条件下产生的子代，父母双方都正气旺盛，表现为精气的充旺盛，那么这样所构成的胎，再加上在母体在孕育过程中能够正确的按照中医的理论来保护自己健康，保证胎儿得到充足的营养，能够得到充分的发育，健全的发育，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出生以后就意味着先天禀赋旺盛健康，否则父母身体不健康，正气虚弱，表现为精气的衰弱，尽管男女构精形成胎孕，再加母体在孕育过程中不能够按照中医理论来保护自己，特别是生活行为方式的不良，把这种不良的禀赋通过胎传这个途径传给子代，形成胎传性疾病，也叫先天性疾病。上述这些都是指人体自身的环境的变化，它和发生疾病的关系，它容易发生什么样性质的疾病，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旦发生某些疾病，它有什么特征，是这些环境内外环境影响发病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分析了正气之后，又强调了邪气，在掌握邪正交争这个内涵的基础上，还要考察影响正气和邪气之间的关系，具体的因素，尤其是影响正气的特殊因素、具体因素，这又回到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些主导思想是强调的正气的盛和衰。通过讲述影响发病的因素，也再次揭示了中医学发病原理的最基本思想，强调正气在发病当中的重要作用。它也反映了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一常印正气和邪气自有交争，而且呢，邪气战胜正气才能够发生疾病。因此考察任何影响发病的因素，都是建立在强调正气在发病当中的重要作用，基于这个思想来考察。第三讲发病的类型，这个要求同学们记住几个基本概念，因为在后续临床课程还要进一步讲，这里面十个说邪正交争的结果，邪气损伤了机体，那么机体不能战胜邪气发生疾病了。具体发病都有哪些类型呢？有哪些形式呢？就是记住那么几个概念。一，除发，又称顿发。什么叫除发？就是感而即发，就即四个字，也就是说感受邪气立即发病，在什么条件下容易感受了邪气立刻就发病。一，感受邪气的较重，就是指到病邪的作用力非常强，作用机体损伤非常厉害。咱们在前面讲益利气，讲益毒，这些致病因子感受以后常常是立刻发病，有的致病因子就立刻发病，来势凶险。二，
情志巨变，是指喜怒忧生飞恐惊在短短时突然发生大的波动，剧烈的变化。上一节我们讲怒者气，怒者气上曾经提到过，暴怒突然使肝气上逆，肝气上逆的结果，血随气逆就可以出血，人就可以突然昏倒，甚至迅速死亡。这就指的情绪的突然变化。戾气治病和毒所伤有急性外伤，上午前面我们讲毒气概念，讲戾气的概念，就从现代一讲就是流行病、传染病、急性传染病，戾气当中能够引起急性传染病，那么可以突发迅速死亡。毒环境污染里面毒演员毒邪治病也可以立刻发生疾病乃至于死亡。急性外伤、枪弹伤、利印、跌打损伤，疾病迅速发生。这个急性外伤，将来同学们在学习临床课、骨伤科学的时候，重点讲外伤，那就常常是突然发病，突然摔了以后骨折，那急性发病叫处发，这些都属于处发范之内。那记住一个，感而继发谓之处发就行了。二伏发是指邪气伏藏而后发病，换句话说，邪气侵入人体之后不及时发病，而潜伏于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表现出来病理变化，这个就叫伏法。中医理论习惯上将这种邪气侵入机体以后不及时发病，而需要一个潜伏期，伏而后才能发病，把这种邪气另外给个规定个名字，叫伏气和伏邪，除了个伏气和伏邪的概念。这个概念将来同学们在学习温病学的时候来进一步学习。在这里记住伏发，说这种病邪作用到机体以后不立即发病，是感而后发，这个后是经过一定的潜伏期以后才能表现出病理变现下来，记住的概念可以。徐发，徐徐缓的意思，是指缓慢发病，又称缓发，它与处发对称。这个急性发病，这个是慢性病，有个过程。我们前面讲湿邪治病的时候，湿邪治病有个特点，治病的隐细性，就湿邪侵蚀机体以后所引起的疾病常常是表现为徐发，就发病比较缓慢。继发，所谓继发是旧病未愈又生新病，所以原有的疾病没有经过治愈以后，在这种条件下又产生了新的疾病。能否继发是以原发为前提的，两者密切相关。我这个人就是阴虚啊，那五脏六腑阴都虚啊，受阴多火吗？再给你们讲课，反复这么讲话，肺主生啊，过多的讲话耗伤肺气不？对我来说是耗伤肺气呢，还耗伤肺阴呢？首先是阴，其次是两，那么七阴两伤吧。在讲话伤肝，频频喝水。那我同样在这种条件下，假定说我已经劳伤的结果，肺的七阴两伤，原发病有了。那么我突然感冒，有咳嗽，那么这个咳嗽引起的肺气失宣，肺失宣的结果原有肺气七阴两虚基础上产生。那么突然这个感冒的咳嗽就是继发
它是原有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病，虽然都在病位都在肺，原了是七阴两虚啊，而现在出现外感以后，造成在七阴两虚之上又出现一个肺气不宣，咳嗽。现在表现的咳嗽和原有肺七阴两虚和现在的突出外感肺气不宣，它有内在的病理联系，这就叫继发。就记住，一原有有病，二在原有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病，两者可以有不同的疾病，但是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合并和病，这里面就记住概念就可以了。因为将来同学们在学《伤寒论》的时候，还在学习合并和病。什么叫合并呢？就是两种病同时发病。我们中医理论现在这样理解，两种不同的疾病同时存在。伤寒论本来的意思说，伤寒论叫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叫六经病症，是指两经病同时发生。比如既有太阳病又有少阳病，说两经的病症同时发生。注意时间点是同时发生，同一个时间出现两种病变。那么这个什么呢？这叫合并，同时发病。还有一个病，注意那个病和合是不同的。病是指到虽然两种病同时存在，但是有先后之分。就六经病而言，比如先有太阳病而后有少阳病，那叫太少病，就是它是合并和病的区别。合并不论几种病，就将那些学习伤寒六经病来说，不管它两经三经病同时存在不同时存在，能分出先后来，这种发病类型叫做病。这个概念只做一般了解一下行了，将来学六经辩证的时候进一步学，它六经辩证定义仅仅适合于六经辩证。这个伏法病好了以后再次发作，把这个类型病好了经过治疗以后，在某些原因的作用下疾病就重新而来，叫做伏法。发病类型掌握处发、徐法、继发、伏法。这个伏法是经过一段潜伏以后的发，将来在温病学进一步学习，合并病到伤寒论去进一步学习。除了这两个之外，这些要求同学们记住几个概念。这节课到这里。